玩具去哪了？对，玩具去哪了？哎，这个小男孩他在找玩具，哎，为什么他找不到玩具？我们来看看好了。玩具去哪了？他哭了。去哪儿啊？哇，找不到。我们来看看，他的名字叫小雨。Say hello, 小雨。Hello, 小雨。Hello。小雨有一个玩具箱，哇，它里面有好多玩具哦。妈妈说，玩具箱是玩具的家，玩具晚上要回家休息，所以小雨睡觉前要把玩具们收回箱子里哦。每当小雨睡着，玩具们就开始点名。最早被小雨带回家的是恐龙。它是一号，大家有看到恐龙在哪里吗？一号在哪里？有看到吗？这里。对，恐龙它呢？它是一号，它要负责点名。你看它大声的喊：“二号，二号在哪里？二号是谁？”大象。有大象，有看到大象吗？哇，大象是二号哎。那再来，三号是谁？三号。三号是谁？长颈鹿。长颈鹿。对，那再来是四号。四号好可爱哦，它是什么东西？它是狮子。对，是狮子。狮子的小 baby。对，狮子小 baby。然后五号，五号这个好特别哦，它是戴在手上的小玩偶，它是一只大嘴青蛙。呱呱呱。大嘴青蛙呱呱呱。然后六号，六号，对，六号是老虎，老虎。然后七号是小皮球。为什么他不会讲话叫小皮球？因为我们看他好像是小皮球。然后八号是小星星，然后九号是车车，十号是一二三四五，五个卫兵，他们是十号。然后窗户旁边，妈妈种了好多小盆栽。小雨把这里当作草原，要玩大象、玩狮子、玩长颈鹿。哇，好好玩哦！而且小雨也喜欢玩大嘴蛙的手偶，它会套在手上，在那边呱呱呱，帮它配上不同的声音，呱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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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但是小雨常常忘记带他们回家，就放在那个大草原里面了。等一下，我点一下这里。哦，现在小恐龙一号又在点名了。他说：“二号大象有，哎，四号狮子他不见了耶。”小雨又忘了收玩具，不知道狮子又掉到什么地方了。昨天已经少了小兵了，小卫兵少两只。然后大嘴蛙突然冒出来说：“我上次被丢在餐桌上，好恐怖哦！”啊，不然这样好了，反正其他玩具都到齐了。长颈鹿说：“那我们就先睡觉吧。”嗯，小雨放学回家之后，打开玩具箱拿玩具，东找西找，就是找不到狮子。他问妈妈说：“妈妈，你有没有看到我的狮子？”妈妈说：“没有，你没把玩具收回家吗？”小雨低下头说：“嗯，可能放在抽屉里。”嗯，小雨心想：“没有狮子没关系，今天可以玩小汽车跟长颈鹿。”结果玩完之后，小雨又忘记收玩具了。早上起床，小雨迷迷糊糊的下床，一脚就踢到了小汽车，小汽车咻就滑进了书柜下的小缝隙。啊，救命啊！我的车车跑到床底下了，妈妈可以帮我把小汽车拿出来吗？小雨很着急的找妈妈求救，妈妈摇摇头说：“你又忘了收玩具啊，你先去上学。”放学回来再一起找小汽车，啊，没办法，只好去上学了。
后来放学之后，小雨就匆匆忙忙的赶回家，一直跑，一直跑，一直跑。一进家门，打开门，小雨立刻拿出手电筒，和妈妈一起趴在书柜下面，用手电筒一直照那个书柜下面有的缝隙。两个人左看看，右看看，就是没有看到小汽车。啊，到底在哪里呀？咦？妈妈说：“小雨，你都不爱惜玩具，玩具都离家出走了啦！”啊，妈妈，我明明有看到他滚进来啊！妈妈，那再买一台小汽车给我好不好？我下次一定会收好。不行，你上次也这么说，但是你还是没有收好啊！小雨想，没有小汽车没关系，那我今天。跟大嘴娃一起讲笑话好了，呱呱呱呱呱。于是今天晚上小雨睡着之后，恐龙又出来点名了。大象说："哎呀，不用点了啦，现在只剩下我跟你还有老虎，其他玩具都不见了。"恐龙生气地说："啊，可恶，小雨都不把玩具收好。"老虎很难过的说：“我好想念他们哦，只剩下三个。又过了一天，小雨到玩具箱要拿玩具，一打开箱子，看到只剩下三个玩具，他抱着老虎跑去找妈妈说：“妈妈，我的玩具都不见了。”妈妈说："因为你每次玩完玩具之后，都不会把它放回原位。上次你把老虎乱丢，小狗咬断了它的尾巴，我还帮你把老虎的尾巴缝好。"哎，妈妈，我以后再也不会乱丢了。你可以再买个新的玩具给我吗？不行，你都不把玩具收好，我不会再帮你买玩具了。哦，怎么办？小雨的玩具都不能买了。小雨抱着老虎，大声的哭起来，啊，哭得好惨哦。妈妈告诉小雨，如果你可以当一个负责任的小主人，玩具就会回家哦。这天晚上，小雨在睡觉前把老虎乖乖的放回玩具箱，还对着玩具箱里说。只剩下这些玩具了，我一定会好好爱惜，不会再乱丢了。从这天开始，小雨在睡觉前都会记得把玩具收回家。过几天，小雨只要放学回家，就会跑到玩具箱查看一下，检查一下。有一天，他发现，诶，玩具箱里面多了5个小士兵，诶。妈妈，你看，小士兵他回家了，他很开心的跟妈妈说："耶，我的小士兵回家了耶！"然后妈妈一手拉着小雨，一手拉着小士兵说："你最近都有收好玩具，对不对？已经是个负责任的小主人，所以小士兵回来帮你保护其他玩具啊。"小雨听了妈妈的话，开心的对着玩具箱说："以后每天睡觉前。"我一定会记得把玩具收回他们的家，他们一定会很喜欢我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会洗。你会收玩具的吗？对，你看他没开声音。他们没有开声，因为他们要听我们讲话啊。好，连续好几天，小雨都会在睡觉前收好玩具，而且很神奇的是，每隔一天，玩具箱就会多出一个不见的玩具，哎，好神奇哦！某一天晚上，恐龙又开始点名了，哇，太棒了，大家都到了耶，只剩下小汽车。老师，那狮子就说，妈妈应该快要把小汽车找到，然后把它放回来了。太好了，原来啊，这些玩具会跑回家，通通都是妈妈找到的。妈妈是不是很棒啊？隔天，小雨惊喜地发现小汽车也回家了。
玩具箱里面还多了一只小猴子，哎，好棒哦！竟然还有新玩具，他开心的跑去找，告诉妈妈说小汽车回家了，而且他还带来小猴子这个新朋友，哎。妈妈笑着回答说，因为小雨是个好主人，所有的玩具都爱跟你回家哦，太好了，小雨现在是一个很棒的主人，对不对？嗯，结束，玩具要收好哦。可是他们现在几岁啊？他们都一个13个月，另外一个是3岁多吗？还没有到要收玩具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好，没关系，我们还有另外一本比较简单的，有一个要进来了 ，Angela， 好记得 ，We have a 很好记得。Hello， 要是不要播这个会很吵，睡着了，太夸张了。